开心什么？该哭的是我吧！哇恰！哇恰！哦哦！小贾！啊！贾！啊！贾！哇恰！哇恰！哦哦！小贾！啊！没有，我要教大家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家里啊，狗狗，如果你想要教它一些简单的生活的技能，我觉得这个零食是很简单的。他们在看我们的时候，它已经脖子是这样子，它是有合理的，因为狗狗这样看久了，它会不舒服啊。那不舒服久了，它就会坐下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说。Good boy, good boy， 很多都那种教练了，你变得 good boy, good boy, good boy， 就像，就像，久了，你就让他习惯这个坐下，坐下，坐下这个语调，他就会清楚这是什么。来，奖励，很棒，趴下，趴下，装淑女，哦 ，Come on man， 装淑女 ，Come on yo man， come on， 好 ，Let's go， 乖宝，待会请你喝两杯啊。倒车入库，倒车入库，倒车入库 ，Come on, yo man, come on。如果今天呢、啊，你是戴着口罩，然后他会认得出你吗？没有试过，就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他是给杨林签，对，然后你走过去，我前面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被发现，就是、他到底认不认主人？蛮紧张的，因为这个测试我没有测试过，但好像只要有人牵着他的狗绳，好像都会。有感觉了，来了，走走。有时候爱是我。你认得出来，爸爸？我说 ，Oh my God， 我以为你认不出来啊！哎，是吧？是是。你看，好险，好险。欸好，我们要不要再换一次？就是换你来签，然后换杨林经过。来，这很明显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很明显，这合理吧？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，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